风果，今天赶快开始吧。欸，上一集讲到的那一只坐骑，你继续吧。接下来换谁了呢？这种。招财白猫，招财白猫，非常的可爱哦。又在卖萌，啊，可爱的猫咪。好，那接下来我剩这个，把它敲一敲吧。尖角打一关，是不是要先单人，然后才可以组队？我记得是这样子。欸，所以都是可以单人，每个都可以单人。困难的装备秘境。哦，我没有那么大胆啊。我们先把普通的弄起来，再去弄困难的。因为其实我们现在装备也不够嘛。好，这边就选弄下去。OK。要剩哈，结束了，结束了。其实你像介绍过桃花岛，说你这像可以当做灵宠。那接下来我们把这个打完。哦哦哦！我们的猫咪可以变那么大只，这只应该是 ending boss， 找个存在好了。有没有什么不一样的宠物？哎，有兔子哎，感觉有的介绍了。等等。